斯泰院期间，各国县市同加油团由旗下办事业，恐吓来到台湾的，每位国内从抽出一道双机，只有研究员行调查，受到旅游人潮带动的影响，其中像观光业、木桥交通业，比赛期间桃园的收入，起码是增加的百分之5。这是我们来势汹汹的金牌，希望我们中华队能够加油。斯泰院花地动作反应，由饭店业者就推出主题商品。看起来同等一下的台湾芙蓉，靠起哩高子慕斯，伊推出就动作上班抽韩国小子抽的反应。除了因为斯泰院期间对全世界各地来线数韩国加油团都来到台湾，饭店业者出房的每笔空年空气加出来一上卡加。那在餐饮的业绩部分，每日平均都会有1到2成。那如果在住房的部分呢？住房的部分以这个四大运赛事的这个过程来看，不管是国外的贵宾团体，还是我们中南部热情的粉丝，在整个相较去年同期来看，是成长1成的部分。Hello. Please tell me to Taipei Arena. Okay. Just only 20 minutes. 高雄公园爱唱斯泰院的总机，做几样查司机的感情上，同时晓得讲英文、日文、亚吉亚种的方言。比赛期间，伊都用美丽号来到台湾，几日前年的收入每至少增加一番元。中年的女红调查，尤其上线民众，年事前支持斯泰院。从买门票也系纪念商品，每带通观光一路相关产业业绩同步成长。欧美的那个运动员来台湾就比较多，然后因为就是来台湾之后呢，他就会看一下说来台湾主要重点有哪些地方好玩这样子，那主要就会集中在夜市啊，或者是101大楼这些地方，包括了观光旅游啦哈，还有包括了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样翻译的业者啦，还有的一些这些特定的这个土特产啦，它的销售的这个成效啊，都会比去年同期的要来得高，因为去年同期没有这样的活动。斯泰院带动人潮，连接到明年韩国万梦鸟每大鹏也几飞做得穿甲地位。桃园从业至少增加的规范员，未来服务对世界各地来迎合反映人类的需求，每增加几啊千上人。传统铺口以薪资行情，一年四到50000元来算，一到上班初每加减穿条爱水。斯泰院除展现运动的精神以外，显示的生活需求，红红每度带来商机。下个新闻分享，你请做传播图。